给他们一些机会，是让他们成为下一个天团，下一个五月天。我也没有，所以我们再次给他们热情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我们小男孩乐团，对，谢谢小男孩乐团。不过接下来呢，哇，你看，你们团呢也是大家一定非常喜欢的。接下来这个乐团就比较名字呢，我很等一下很想问他们为什么要叫做小树。对，会不会是今天很多大树，它要变成小树？哎、有可能。要不然就叫小草。小草。大树为什么叫小树？对。我想到它跟那个名电台主持人小树是有关系，他是他老板。可能哦，没有，跟小树哥有关系哦，对不对？其实撒哈拉羊肉团后面会带来非常精彩，对不对？不过接下来大家最期待的奖项。哦，对，我们要先来宣导一下哈，就是我们今天其实除了我们摸彩之外，我们今天有还有很多奖还没摸嘛。对，还有很多奖。他们表演完，我们就来马上摸。对，就来马上摸彩。另外就是说，我们要宣导一下，今天晚上刚刚灿哥有讲到的，对，我们的花火之夜是。对，那个感觉，我先大家宣导一下，6:30，在我们的神龙屋那边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圆圈的舞台。没错。那晚上6:30开始就有相关的活动。是。然后呢？7:30，还有8:30，我们不用去澎湖看花火节，对，我们桃园就有花火节，对，都不用看出车，对，7:30一场，对，8:30再一场，我们欢迎大家来现场感受一下桃园的花火节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其实今天我们都谈闺蜜嘞哈，哇，都是闹捏剪剪，很热闹啦哈，对，所以呢，接下来马上我们就要欢迎我们的压轴乐团，是，对，那他们其实。感受呢？其实我一开始昨天听到这个名字，是上网看一下他好有文青的感觉，对，让大家来到文青的世界里。对，所以下次我们两个组一个乐团叫大草。哦，大草是不是？对，我们把他们给压掉。可以哦，我们也是很文青的哦。对，我们也是走文青路线。鼠来宝吗？我们俩鼠来宝吗？鼠来宝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狗搭狗也没有啦，不是我们的场子。不过他们，你看他就。看他们的配置的感觉啊，是就像大学生的感觉，对，让大家有一种清新的感觉，是，对。那鼓手呢，沙哈雷呢，哎，欢迎杨哥团哈，在他们在准备的同时，也跟大家再一次呢宣导一下，安补鸭晚上的时候有什么？花火之夜在我们7:30和8:30各一场哦，是，所以呢要邀请大家呢，等一下呢一起来 Q 他的群众之外，哎呦，嘿，真你好，嘿，高师，好醉哦，好醉哦，大家不要走哦，是，4:00，我们等一下就要抽奖，哎，对对对，等一下要抽奖哦，哈，对，还没有那个摸彩的哈，就真的哈，等。下明年度了，对，明年有机会了。对，所以想要摸到奖项的举手一下好不好？想要拿回家，哇，看到很多好朋友都懂，要有企图心才会成功，真的，对对，吸引力法则，对，没错。对，不错呢，基本面呢，应该发通非常的精彩哦。是，要邀请大家呢一起共襄盛举，当然也请大家，然后你的爱后面发通，帮我们多多宣传。是，明天还有一天。对，明天还有一天，很精彩。明天还有铁肺歌后，是大亚里。对，来到 NG 宣传哦，所以大家一起两天都来到那边呢 ，NG 两坛亚比哦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当然马上就要欢迎到我们的压轴乐团喽。我们看我们小树乐团，他们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对，我相信就让他们用不用讲话，用音乐来告诉你。对，让音乐来感动你一下。那我们欢迎小树乐团，也请个掌声。